什么恁的破台语？大家好，我又来伊讲 again， 应该是第二届，所以搁食一届大餐好料哦。OK， 甲顶一集的微博讲的，即届阮是坐伫个包厢的大圆桌，讲实在的，伊个盘甲摆盘就是赏心悦目。但一个脸皮拢有小夸差哦，大家会记调整音量。今日的菜单伫遮。我写火力系，什么火力系？有在一个朋友叫火力系吗？哦，你是火力系哦，火力系哦。我是火力系来的。你这名好烂。我算我台语真的好像不太好。还比我好，比我好。加加。啊，有酒的味。嘿，大家进来看，这碗是伊讲有名的汤，汤内底除了加个花椒，佮有加糙米、白米、巴西蘑菇去煮7749。啊，不是，这个我唔知道，感觉足够足够诶，一定是足补的物件，胶质很多，就讲胶质来源嘛，小大的啊，小大的，哇，足厉害诶，这个汤。就好啉的，无白。哦，要开始啉酒的咯。对啊，要开始啉酒啊。就是爱先订的火焰片皮鸭，订一集有讲过，且看第一集的心得。我食一届更饼也是厉害，每一个拢无可挑剔。嗯，伊就是伊个皮切切滴滴的安尼，你内底有试过啊？你看，后制导演、演员、字幕，一站三点，谢谢。不行，就哦，是职业毕业，是职业毕业。嗯，内底有五个小朋友，不行，我笑到不行。一定要冷静的哈。哦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希望在新的一年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，健康最重要。平安平安，阿伯加阿爸爹来点。这你平常自己喝吗？嗯。喝波尔多嘛？水准之上，再上再上。这个吃阿梅，伊个梅有一点仔微香，温阿鼻，吃起来佫较清甜。甲顶届的避风塘鸭比起来，我较介意这届梅。屁牙，屁牙出来还骨头。都加迄个阿爸，伊就是梅。是是是。哎，加看麦。好，这碗面袂歹。伊是满满的鸭皮，虽然伊看起来啥物拢无诶。看起来啥物拢无，阿哥其实是足胖。精华已经伫咧内底。这个是澳洲的花龙虾，下骹有红木耳加白木耳。好意，嗯，甜甜的，那掺着会讲，嗯，袂歹食，对啊，凉皮，第一个食这种调皮的凉皮，哦，甜甜，嗯，很中式，对，很中式，在包括拢是迄个气势，对，这个不是气势，是种。鹅掌的台语，鹅掌的台语怎么讲？应该是鹅手吧，第一个讲鹅手。因为我们蛮少吃鸭掌，所以不知道。哦，我来自这种胶质的感觉，鹅手吃起来敢那滴滴卡的。等一下，我先接来嘛。哇，靠，这个内底嫩的迄种，哇哇哇，口感甲迄调皮拢赞哦。哇，哎，哇靠，酥酥，内底足油的。哎，你有 upgrade。就清爽的鸭菜，食素怎么讲？这内底有包足多款的菜，看啊，有沙格。美妆部落客啊，美妆部落客，
上班点了，跟大家介绍这一款新出的立体粉饼。哇，就是嘞。没有，有一个有烧，那种烧，空气感，我讲对吗？吃了了，四百赞。最后是我本人上喜欢的杏仁茶，哇，足香的杏仁味，我喜欢杏仁。哇，高高的，感觉是种杏仁糊的感觉。杏仁糊，我被纠正了，被台南人痛扁的感觉。台南人也，台语嘛不够标准。已经痛扁我一暗了，一暗。无啦，爱交流啊。交流。哎呀，安尼就会进步。哎呀，是啊。哇，就笋靠就刷这种，然后就抹一点点皮，爆炸出来。今日的米其林三星一共的试食就到这，我怀疑90分。90分？哎呀，好食的。90分，安尼为什么无摕100分？没啦，爱保留100分嘛。但是以后拄着100分就无法度搁较悬啦。你好，你了解吗？我可以99分。啊，跟我一样耶。哎，咖啡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拜拜。